又在偷尝大鸡腿，不行，他一会儿肯定给饿欢，真些孩子放到他碗里更暴险。<笑>让你舔舔呛，今天做个芥末蛋，让你一次呛个够。 看我怎么给你换过来！机会来了，好吃的都是我的。<笑>嗯？他碗里怎么能有鸡蛋呢？ 又来一个，我咋有点蒙圈呢？这你别笑，滚！咋还没完呢？要不换的话，这都是我……哎呦我的妈！幸好我还有大鸡腿。啊、我大鸡腿啥时候变成大骨头了？ 嗨，没那个命，还是老老实实吃我的麻辣河粉吧。咱们河粉泡够20分钟左右，劲道爽滑，可口美味。记住，20分钟左右，不要盖盖子，一定要你吃好喝好。哇，真香！哎呀。 啊！咋还能有大鸡腿呢？那我碗里这是个啥呀？<笑>没想到还有个意外之喜。有人。<笑>